开经偈，无上甚深救度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弥陀真实义。那无阿弥陀佛。师父、各位莲友、各位大德，南无阿弥陀佛。我哋上次咧讲到呢、这、一个净土三经嘅关系啊、次第啊、即系佢个说法嘅前后咁样。咁啊，净宗法师咧就都解释得非常之透彻啊，睇得非常之到位，完全咧同我哋即系嗰个净土宗嘅宗祖啊，善导大师嗰个思想咧就非常之吻合嘅。即係嗰個義理嚟講咧，即係通達。其實咧，我哋只可能係咁樣樣睇嘅話咧，先至咧睇得明白所謂淨土三經嘅意思。即係話咧，其實我哋一路以嚟睇淨土三經，都好多疑惑喺個腦裏邊。嗰種疑惑其實係一種矛盾嚟嘅。咁點樣解都解唔通。同埋咧，點樣解咧，都係好似唔係好安心咁樣樣，即係你聽邊個人講咧，都係唔係好安心嘅。但係讀至到咧，你一睇到善導大師嗰個嘅成個點樣去睇呢個淨土三經咧，睇完之後咧，你真係心開意解，真係咧可以安心念佛。所以呢樣嘢咧係非常之唔容易。亦都唔係簡單，即係如果冇呢種因緣咧，我諗我哋即係真係都冇法子咧，可以去安心念佛嘅。好啦，咁啊講完呢個第二個原意之前咧，淨宗法師咧就用兩個譬喻咧嚟解釋三經嘅關係。第一個咧，佢係用長江嚟比喻嘅；第二個咧就講點樣去泡茶啊，點樣去沖茶。長江嗰個譬喻咧，佢就咁講嘅。你知啦，長江咧一定有個源頭嘅，咁呢個由個源頭一路去到長江入大海，咁佢係貫穿，即係通貫呢個全程嘅，咁中游係咩咧？中游就係嗰個成個長江嘅水系，長江水有好多支流噶嘛。咁呢個河網咧密布曬，非常之龐大。佢係世界好似第三條嘅大嘅河嚟嘅。咁下游係咩地方呢？就係、是、平坦開闊，即、就、係、是、流入去呢、這個太平洋啊咁樣，即、就、係、是、個大海裏邊咁樣。咁用咁嘅譬喻嘅意思係咩呢？第一，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大經啊，就好似個上游嘅源頭。其實怎樣找這個大經的源，你找長江的源頭呢，都有很多科學的印證的。以前呢，有些人呢就說沱沱河呢就是一個正源，就是這個是源頭來的，很多地理書都是這樣寫的。直至呢最近即有衛星啊，有那些什麼定位的系統去測呢，才發覺呢原來沱沱河只不過 是側源來的，個正源原來在喇曲。咁讲真啦，睇大经咧都系咁讲，好多人就话哦，净土法门嘅源头喺边啊？咁个个都话四十八愿嘅。咁你又唔系话四十八愿唔系佢嘅源头，但系四十八愿咧有好多愿噶嘛，那个只可以讲话系则愿。当中嚟讲，边个先至系正愿咧？即系最长嗰、那个离嗰个口最长嗰个边个系咧？咁而家嗰啲即系卫星嘅定位系统好准嘅，真系准到咧。以前嗰啲啊，喇叭啲即系测量嘅尺啊，咁逐个就一条一路咁样度嘅啫，差少少就差少少，呢啲差一个公分就一个公分，终于就度到个源头咧，就喺南极。其实四十八愿之中咧，如果真系有法眼嘅话，好似呢个。衛星定位系統，你就會睇到咧，就係話原來四十八願嗰個
还有一个正缘的，那个正缘在哪里呢？第十八缘。意思就是说善导大师这样讲，就代表了说什么呢？每一个缘都贯通在第十八缘。这件事不简单的。何以见得他是这样说？如果在观经四帖疏，他有一句这样讲，他是四十八缘一一缘言。即系意思即系话咩叫一一愿言咧？就话阿弥陀佛发咗四十八个愿，所谓一一愿言咧，即系 every single vow， 每一个单独嘅愿咧，其实都系愿言言乜嘢咧？啊，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啊，即系话设有众生啊，自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其实咧，即系呢个愿啊。这个愿的精神呢是贯彻在其他四十七愿里面的，所以那个是一 个根源呢，就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好像看得出呢，就是说那个大经呢，其实呢他讲的呢，就是要跟我们讲的呢，是第十八愿。那慧正上人呢都写了很多关于第十八愿的书的，因为这个第十八愿咧讲嘅系一向专念啊，往生嘅，咁而呢一个概念咧系贯彻晒三经啊，完全就系根源嚟噶嘛，吓咁样。咁呢个咧观经嚟讲咧，就系似一个咩咧中游嘅水系，意思即系话咧佢讲嘅咧就系话好似所有好似长江，无论你系中间有啲咩河啊，咩汉水，咩即系好多河流，好多名吓，佢哋全部咧，其实我哋都归纳佢属于系长江嗰个水系里边。咁呢个寓意啊，有咩特别嘅重要性咧？就系其实观经咧，真系讲中游嘅水系，因为我哋咧全部咧而家咧，因为都是在那个水系里面的某一些地方，例如说它这个水系代表就是定散二善。即是很多人呢有学佛的没学佛的，见到水的不见到水的、又或者是还未看到，即是还未流到入去长江。那其实呢释迦牟尼佛呢就要将这些定散二善、收紧定散二善的凡夫呢全部希望佢歸入嚟呢個念佛呢個名號裏面。咁、所以呢好似河網密布，廣收眾水，適入呢、这、一個幹流。意思即係咩幹流呢？個主幹嚟嘅，主幹流主流。咁另外嗰啲就支流，啲支流呢入晒去嗰、那個即係主流主幹流嗰度。而主干流咧就系念佛，其他嗰啲定散二善嗰啲咧就系支流。咁呢个寓意咧，亦都系即系都几恰当，非常之恰当啊！全部归晒入去念佛，你要引导佢嘅。下游就系我哋讲嘅小经啦。小经咧就好简单啊，佢一入到大海之后咧，就好代表咧一切诸佛。齐书舌上为正念佛，因为入到去海之后咧，其实我呢度即系讲法，佢就海天一色，我哋分唔到。哎呀，你一去到即系个海嗰度，你仲分唔分到话？哎，你系边度流出嚟噶？我系长江流出嚟噶，长江你边条支流噶？我有汗水啊，有肥水啊，有乜有物啊咁，即系冇人计较你系去边度流，我系坑渠水流出嚟噶咋咁？哇！我唔巴闭啦，我好有啲咩流咁，即系佢完全咧就即系冇人理你啦。总之你去到之后咧就系海天一色啊，等无分别啊，大家都系海水啊。而且咧喺呢个《阿弥陀经》咧，佢好强调咧就系讲东方有咩佛。南方又有咩佛，西方又有咩佛，真係有好似呢就即係俾人有感觉呢，好似一浪接一浪，一浪接一浪，
好似係即係好似海水咁樣過嚟咁樣。咁我哋其實凡夫咧，對於信受呢個淨土法門有陣時都係即係比較容易動搖，同埋冇咁穩定嘅。咁但係經過釋迦牟尼佛一而再、再而三嚇、講完東方、講西方、六方、十方如來係咁輸蝕證咧，嚟堅固我哋嘅信心。咁你一睇完之後嚇、東方咁講係東方講啫，南方唔係咁講嘅。唔係喎，南方又嚟咯喎，南方嚟，哎呀，西方又嚟，喂，不過個都係咁講嘅咁。人哋都講啦嚇，大話講三次啊，人哋當真啦。咁何況有六方書佛講咁鬼多次咁，而且佢係真添，咁更加真上加真啦。即係變咗咧，要加強咧我哋即係嗰個信心。所以正宗法師話：有陣時候我哋讀《阿彌陀經》，喂，沉唔沉啲啫？你使乜咁沉啫 ？Repeat and repeat 嚇，成日都咩？哦，又咩？如是等行和沙數諸法，各於其確，出廣前善上妙啊！即係好似我哋即係好似而家寫文 cut and paste cut and paste 咁寫曬啲佛名落去，係咪重？係咪重複咧？咁係咪多餘咗咧？佛經咧係一字一句，一啲都唔會多餘嘅。一定是有它的意思的、就是因为呢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凡夫呢个心呢有时呢即是不是那么强不是那么够。所以它要一浪接一浪这样去即是给你看到个阵势阵住都没那么真那个意思在那里。因为念佛往生这样东西不是那么容易信、为什么呢因为始终呢《阿彌陀經》的那個規格和高度呢其實都是十方諸佛最後的附足是最高的境界那這種境界呢老實說其實是唯佛與佛能夠究盡的、不是普通人乃至到菩薩呢、真的明白所以點解要講到牙血都出埋咧？就係咁嘅意思啦嚇。即係所以我哋講話六字法門海，心廣無涯底，真係唔明嘅。點解念呢六個字嚇、即係會有咁大嘅效能？你即係直頭係想像唔到嘅嚇。咁、所以咧就的而且確好多人係信不及，係嘛？受不起嚇、即係受信受唔到咯，就係咁嘅意思。好啦，第二个咧就系饮茶。饮茶呢个譬喻就系点样样咧？咁其实饮茶大概有三个步骤。首先咧，你要用一个壶将嗰啲茶咧泡出嚟。啊，咦？唔系喎，呢啲如果好似点样啲茶叶咁样啊，一嚿流咁黑掹掹咁冇嘢睇嘅，系咪先？且当佢垃圾咁啊，发咗毛啊，啲嘢都晒到干晒，干铮铮，劈佢啦，咁树叶嚟嘅啫嘛。咁我哋唔識嘅呢啲嘢，一定有人咧將個壺沖啲嚇，將佢點樣調理好之後咧泡出嚟，咦？做乜咁香嘅？咩嚟㗎？喂，呢啲係茶香，可唔可以飲啊？得等等，而你要飲咧嚇，我要揾兩個杯嚟栽住啊，即係然後你先至飲得嘅嚇，咁樣樣。好啦，小經咧就唔使講啦，你都肯飲咯，咁啊直頭就講飲噶啦，就飲茶，就唔係飲杯，啊咩叫飲茶咪飲杯咧？就好似人哋話講，你都即係我哋以前聞佛法係咪聞佛法啊？咁好似呢、這個啊喺一個船上邊渡過呢個苦海，咁你去到個苦海嗰陣時，你登咗嗰、那個離開個苦海去到彼岸嘅時間咧？你冇理由連隻船都拎埋上岸，即係佛教好多時都有呢啲咁嘅譬喻嘅，即係嗰個咧，你已經係到達咗一個彼岸，或者當你係達到你嘅目的，咩叫達到個目的咧？其實釋迦牟尼佛咧，佢講咁多49年説法嚟講咧，佢得一個目的，就係、想你念句呢句名號。咁你而家去到肯念呢句名號嗰陣時咧，咁你咧就唔需要再孭住以前佢所講嘅一切嘅佛法，你放翻落海，等嗰只船咧去渡更加多嘅人，
又或者好似用呢個飲茶嘅譬喻咧，你唔好仲話，哎呀，呢只茶杯真係好寶貴，佢曾經栽過啲茶俾我飲，於是乎攬住只茶杯唔肯放，或者咧寧願咧幾乎想個連個茶杯都吞埋落肚，唔好咁樣做，唔係亦都唔恰當。冇個茶杯，你係嘗唔到嗰啲茶嘅，嚇、啊！但到你飲咗茶之後咧，你仲唔捨得放嗰啲茶杯，仲要攬住，哎呀，定散二線呢啲係釋迦牟尼佛嘅教化嚟㗎，呢啲係佛親口講㗎，點解你啲人真係唔去修啊？仲係掛住飲茶咁、啊？個茶杯好矜貴㗎，咁就真係，即係好多人就睇淨土法門就係咁樣睇咯，嚇、啊，即係啊三藏十二部經，本本都係精彩絕倫，你知唔知啊？法啊，佢呢個做茶師傅咧，唔係呢個做杯嘅師傅係一流嘅，啊又金又得銀又得木又得，啊、哎、又做到幾精美又得，做到幾粗俗嘅又得，哇、啊、真係五花八門。佢將個整個注意力注意咗喺個茶杯度，佢唔明白釋迦牟尼佛咧，佢唔用呢個茶杯質遞唔到埋去俾你飲。當你飲咗，你嚐咗嗰個法味啊，呢個六字名號嘅味之後咧，佢好想你咧就將個注意力擺咗喺個六字名號嗰度，唔好再擺落去個茶杯。所以呢度咧係嗰個茶杯嘅喻咧。主要就是想講呢一樣嚇，因為咧特別我哋咧好多時啊，點解我話我冇啊？啊師兄你搞錯噶啦，我啊已經念咗佛之後咧，我唔會去修禪啊，我又唔會去修密啊，做乜做物噶啦咁樣。就算我做啊，我有做噶，我有陣時都會做下咁，不過咧我做完咧，我都有回向求生、回向往生，所以好多人。即是修正土法门是讲回向。但是呢如果是善道大师的讲法呢他说你念佛往生是不需要回向。因为这个念佛这个名号是阿弥陀佛选定了用这个方法来能够令我们往生。而我哋所謂嘅信心嘅決定咧，就係、是、我哋決定係用呢接受阿彌陀佛呢個名號呢、這個往生嘅方法去往生，即係中間係有個合約嗰度，係完全唔需要回約。佢已經係嗰份成份合約嘅文件已經準備好曬，佢應承曬我哋往生嘅一切嘅嘢，我哋只需要簽名啊，回咩向啫？回向係咩情況下發生咧？就係、是、話。那樣嘢咧就唔係佛跟你講，係你自己即係認為是要的咁你啊，好啦，我回向啦。簡單嚟講咧，就可以好多人咧就好得意嘅，成日咧就問啊，我教你係用呢個六字洪名咧，你就可以往生。咁佢哋問啲咩問題咧？佢哋最興問一句咧就係話，我係咪咁樣就可以？得噶啦，系咪就系咁样念就得噶啦？咁成日都系咁样问嘅。点解佢会咁样问咧？就系话佢认为啊，咁样念就可以噶啦。啊，咁啊，师傅啊话系啊，咁样念就得噶啦。咁样念就得，系咩？唔系咁样先得嘅咩？啊，咁样念就得嘅咧咩？即系佢呢种想法咧，就系觉得系即系仍然咧觉得系定善散善系杯。啊、你就咁饮咗啲六字红名啲茶，嗰啲好普通嘅嘢嚟嘅啫，只杯真系好珍贵嘅，真系嗱啲茶我饮咗一啖咁劈咗佢啊，只杯真系劈咗佢啊，即系好多人就系唔相信咁样念六字红名就可以，跟住就问又点样念，又唔系咁样念，又咁样念，成日问嚟问去咧，就系、是、问嗰几个字，系咪就系咁就得？咁事實上咧，我哋咧就呢、這個淨土法門咧，成日都係咁講嚇。總之咧，你咁樣做就得噶啦，咁樣做就得噶啦嚇咁樣。咁所以大家明白呢個喝茶呢個譬喻
主要呢就是如果有些人都仲有一种想法呢，仲要将自己所做的一切功德回向求生净土的话呢，他就未算是真的可以放低个杯咯。都仲是将那些定善散善觉得自己收的功德拿去回向，那才可以往生。这个问题都我们都讲过好几次了。好，最后尾一样呢，我们想讲一下呢，就是阿弥陀经和这个四十八愿的关系是什么东西。其实呢是在观经那阵时呢，大家都知道呢，善导大师讲过一句啊，我们中峰也有提到的呢，就是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尊称弥陀佛名。什么叫望佛本愿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阿弥陀经是佛的无问自说的。什么叫无问自说呢？其实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心里面呢已经是含藏了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在这里叫做望佛本愿。即是你不用问，是他自己心里面想讲的说话。咁既然阿弥陀经系无问自说嘅经典咧，佢所讲嘅嘢咧，应该都系同阿弥陀佛个四十八愿有关嘅。嗱，呢一点咧，大家都要明白吓。例如话个阿弥陀经讲到种种嘅庄严，其实系讲紧第32愿。又讲盛花供佛，盛种妙花啊，咁去供养他方十梵亿佛，呢个系第23和24愿嚟嘅。文法自在啊，讲啲树料啊，落雪法啊，哇，啲风声啊，乜鬼嘢都喺度说法啊。你想听五根五力啊，七菩提分啊，或者你想听啲金刚经啊，乜乜经啊，大小事成嘅法都有得听嘅。咁有啲人就话，哦，睇到话阿弥陀经话讲五根五力喎，呢啲小乘法嚟嘅啫，点解会仲要听小乘法啊？又話去到又話阿比拔字係好難講，話俾你聽，即係一個中意佛法嘅人咧，縱使係幾有正悟都好啦，當佢聽得到一啲佛法嘅時間，佢都會喜歡嘅嚇。落説法樹料落説法，即係你一聽落去咧，就令你好舒服啊！聽嗰啲咁嘅流行音樂咧，有啲都覺得佢炒熱，係中意聽佛法啊！咁你會好自在。沙無沙漠道呢、這個第一、第26愿。啊，讲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呢啲全部喺阿弥陀经有讲嘅，咁但系其实佢都系讲紧四十八愿，啊，咁啊讲诸佛赞叹啊，文明不退啊，念佛往生啊，咁当然阿弥陀经咁短，佢又唔可能四十八愿全部讲晒，啊，就算佢讲晒嚟讲咧，讲真，四十八愿嘅内容都好丰富，你讲极你都讲唔完，所以大家唔需要话执着话。佢冇講曬咁，講曬與唔講曬都唔係咁重要嘅，但係佢基本上個內容個精神喺嗰度。咁呢度咧，我就唔會逐條逐條咁樣同大家講翻嘅啦。咁啊，筆記我會照俾大家邊啲經文係講邊一個願，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後邊一路講落去咧，都會涉及即係《阿彌陀經》嘅經文。咁所以呢度咧，我哋就唔會再講啦。淨宗法師特別提到呢一樣嘢咧，就即係講完呢四十八願咧，有一段嘅開示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咯。咁佢話咧，其實我哋睇經或者聽人哋講經，就唔好成日靠個耳仔去聽嚇，你一定咧要個心耳去聽。即係等於我哋睇嘢，我哋見佛，我哋個肉眼係見唔到佛，因為個障重。但係咧，我哋可以用心眼嚟見佛。所謂心眼嘅見佛咧，我哋睇到佛嗰個大悲圓心。如果你睇到佛嘅大悲圓心咧，其實你就真係見佛，因為你見到佛嘅心啊。你见到佛的心咧，就等于你见到佛的身，身同埋心喺佛嚟讲系一样，都系光明嘅表现嚟啫。咁你既然见到佛心，你就见到佛身，你见到佛身，你就系入咗念佛三昧。
所以念佛三昧唔係一啲咁複雜嘅嘢，啊又要匿埋啊，又要閉關啊，又要乜啊，又要乜先至叫做念佛三昧，唔係。《觀經》講得非常清楚，你一路係咁念佛，一向專念名號，係等於念佛三昧。但記住係等於。如果你唔係一心專念名號嘅話，你梗係體會到佛嗰個悲心。作為一個普通嘅佛教徒啦，正常嘅佛教徒或者一個普通嘅念佛行者咧。你就是一定是看到佛那个悲心，你的心眼见到佛，你才会一向专念。如果不是的话，你怎会一向专念呢？你都不知道佛那个悲心去救你，你都还想着都不是的，佛帮我九成而已，我都还要出一成力的。当你一想到那一成力，你就花很多功夫去修自己那一成，將嗰九成力嘅力咧，阿彌陀佛，我今日念咗你噶啦，我念咗十聲啊嘛，咁你出九成力啦，咁於是乎將自己每日24小時嘅鐘啊，大部分嘅時間去搞你10% 嘅嘢，咁你就唔係信受呢個圓通，你仲未同佛嗰個接土接得個心，我哋歸命彌陀咧，就將100%嘅信心交晒俾呢个阿弥，咪呢叫归命咧？归命之后就冇自己嘅嘢噶啦，你知唔知？冇自己嘅嘢，一心归命，明唔明啊？咁所以咧，我哋咧眼固然系咁样去睇佛咧，个耳亦都系一样。啊，我哋用耳嚟嘅入嗰个心去听，啊，听经。咁你一话你就能够了解呢个名号嘅功德，信受呢个名号。所以呢净宗法师话佢经常同人讲嘅，就係话咁你咁样样就可以㗎。喂唔係喎，我好多业障喎，唔係呀，你念佛啦，你咁就得㗎啦。喂你好有功夫啊，我以前就识灵念咒，咁我呢家唔念灵念咒得唔得啊，淨係念六字名号。喔得㗎，你咁就得㗎啦。因为啲人咧 keep 住问净宗法师，我咁样系唔系得嘅咧？我仲未有清净心，得唔得噶？听讲要出家先至得嘅，我持戒又唔清净，我仲食素嘅，真系可以？就咁得噶啦，就系咁噶啦。我真系佢唔敢信啊嘛。咁啊，净宗法师好似念口，即系发开口梦咯，系系咁就得噶啦，系系咁就得噶。你边个埋咪你问佢得唔得啊？系系咁就得。等于你问我一样，嗰啲人成日思，成日啲人都问我啊，你咁我咁样得唔得？我话得噶，你点都得。我冇，我绝对唔会话人唔得嘅，因为都有一个过程啊嘛。啊，如果你一即刻话咁又唔得，咁又唔得，佢将我个头一掉咗，又转翻去行翻以前嗰条老路，你就好大件事嘅。啊，咁我哋都有一个过程，俾人哋转生成熟，啊，鼓励佢。继续念佛得噶啦，咁都得噶啦。总之你用翻你自己嘅身份，你用翻你自己嘅能力，啊，你以前做开嘅，你继续，你就即系，你唔需要改变任何嘢嘅。念佛啊，真系唔需要改变你啲咩嘢。总之你就一路慢慢念，一路系咁念念念念念落去，唔好放弃。因为当你一念嘅时间咧，就唔系你自己发觉你去改变啲咩嘢，而系嗰句佛号本身可以帮你改变，改变咗你都唔知啊，系咁样样。咁呢个当然你即系再系即系，如果你有啲经教咧去学一学啊，咁理解多啲啲，咁你咧亦都系会容易接受咯。咁但系点解你会？能够了解到多啲啲嘅经教咧，这个因缘又系点样嚟嘅咧？我可以话俾大家听，这个因缘都系从念佛嚟噶。你以前睇极都唔明白，就是因为你冇念佛。点解而家好似讲落去，师兄你讲嗰啲嘢好似好容易明白、啊？你以前都好似同我咁讲噶，但我唔知点解我嗰阵时唔明嘅咧。其实明与唔明，即系我话即系讲你信与唔信嘅啫嘛。你信你咪明咯。你明白吗？你根本都不信，咪梗系讲极你都不明啦。其实是很容易的，真系好容易，好容易啊！即系好多人讲啊，净土宗
哎、我想先，我想學眾淨收集淨土法門，點樣入門呢？咁樣樣。啊，我琴日喺飛機又諗咗兩樣嘢，就係、是、都可以，睇下有機會同大家一齊合作諗下就係、是。第一咧，想搞一個咩咧？就想我搞一個即係淨土宗嘅基礎。好多人好中意學佛學佛教基礎嘅，覺得自己哎呀要點樣學法好咧？咁佛教梗係好闊啦，我覺得淨土宗都要。啊，讲个基础知识常识。第二个咧就系、是、教人点样净土，啊，点样收集净土嘅入门，点样入门。咁其中呢个入门咧，我谂到咧就系、是、真系有理冇理，啲人信好唔信好。你第一叫第一件事入门咧，就由今日开始呢一刻开始念佛开始。因为只有念佛咧，先至慢慢会增强你个信根。你唔好一开波入门啊，哇，讲好多经教佢听，佢完全听唔入耳嘅。因为佢个信根仲未够，或者一个善根不足啊嘛。你讲咁多，佢反而吓怕佢啊！真系我真系听你，所以好多人都系话啊，呢啲嘢你讲净土三经讲得好好啊，你快啲攞去流通啦。唉，大家在座念佛咗一段时间。你哋嘅信根咧開始即係越嚟越增長，我講乜你哋都信噶啦，唉，總之講啱你念佛往生嘅，你哋都信嘅，都唔使我點樣講。但如果同樣嘅嘢咧，你趴取一啲未信受個善根係唔足嘅人嘅話咧，佢仍然嗰套跟翻佢以前嗰套嘢嘅，甚至咧佢有啲人可能抗拒啊、反感啊，我搞錯呢啲都係佛法嚟嘅咩？我啊从来未听过咁都得嘅咩？啊乜乜乜，即系好多负面嘅嘢，所以大家明白咧就系、是，点解要强调即系话要念佛啊？如果你嗰、那个你冇咁嘅需要，冇咁嘅需求，即系冇嗰个 need 啊，即系想要，例如话出嚟生死啊，哎呀知道自己死啊，将来揾个归宿啊，啊好多种原因咧，你冇嗰、那个。个机缘唔到咧，你就咁同佢讲讲讲讲，系好难入门嘅啫，好难入门嘅。即系好似我哋呢个善导大师讲，你学净土法门有入门，一定系要基心信。如果你一日唔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彻底话自己系一个愚恶嘅凡夫咧，即系简单讲，你要话你明明係有病啦，死都唔承認自己有病，我點樣勸得你去睇醫生？當如你睇到醫生，你都唔會信個醫生。你覺得根本自己冇病，睇乜鬼嘢醫生啫？咁搞唔掂嘅，真係搞唔掂。Anyway， 好扯開咗少少啦。咁啊，好啦，我諗我哋大致咧呢個第二嘅部分咧就講完噶啦嚇。咁我哋咧而家轉落去咧第三個部分，第三個部分咧就。仲未系讲经文噶，不过就嚟噶啦，好快就嚟讲经文，即系咁啊，都会开即系原意咧喺第二部分讲完，而家第三部分咧就讲文义啊，文义咁啊，有讲罪啦，啊，讲略赞呢个极乐世界嘅依正庄严啦，同埋咧讲呢个宝兰网树。几个方面啊，保持莲花段啊，咁呢度都讲好多堂啦。咁啊，而家咧讲嗰个聚分段咧，大家知啦吓。善导大师嗰个法事赞咧啊，有十七段分科嘅，将呢、這个阿弥陀经咧分咗做十七段。咁啊，善导大师当然佢好有智慧嘅，佢解呢一个阿弥陀经咧，当然佢都有解过噶阿弥陀呢个要义咁样。佢不过嗰部经咧就即系嗰部书啦论啦吓，就系、是、即系遗失咗啦吓，冇睇到啦。但系好彩吓，佢仍然咧喺法事赞嗰度咧用偈喻嚟解释，其实个内容一样系咁精彩。而且咧，因為偈語啊嘛，你可以念啊嘛，咁啊更加方便啊。而且咧，係個文字嗰方面係比較優美嘅。咁睇落去嘅話咧，即係
嗰個感覺更加好，因為你成部書咧有陣時即係我哋睇得尾嚟就唔記得咗個頭，再睇翻頭個時間就唔知尾講乜，但係偈重咧就簡單嚇、啊，容易明白，而且文字優美嚇、啊，即係幾好。咁我哋上次嘅念佛共修咧嚇。啊都有將罪憤嘅五首有關罪憤嘅五首偈頌咧，即係頌出嚟啊！咁師傅咧亦都有作一個解釋啊，略嘅解釋，咁係非常之好嘅。咁所謂十七段嘅分科咧，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是、正宗憤咧係有七段一段嘅，這個罪憤係有一段。咁然後咧，呢個喺正宗憤嗰度咧講極樂依正嘅咧係有七段，依正莊嚴嘅係有七段。咁去到念佛往生嗰度咧就有九段嚇。咁、啊、到正成勸信嘅咧係有七段。咁當然啦，喺念佛往生嗰九段裏面嘅七八九三段咧，係講呢頭《阿彌陀經》嘅體用中，亦都係涉及我哋講嘅圓意十一門裏面嘅第五六七門，咁係最重要嘅核心經文。流通份嚟講咧，係最後尾一段咁樣。咁啊～嗰、那個分段咧，主要就係講由呢、這個舍利弗，於以雲何彼佛何故號阿彌陀呢度開始講嘅，講名號啊。到第八呢、這個咧，就係講嗰個體啊，即係以名號為體啊嘛。淨土三經係講名號為體啊嘛。而呢一個阿彌陀經講阿彌陀佛嘅名號咧，屬於彌陀名義呢一段咧。就是讲那个是整个阿弥陀经的体，阿弥陀经都是讲名号的。第八段呢讲生皆不退，那这段呢主要就是讲话给大家听呢，就是由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不知，其中多有一生宝处，其数甚多。这些呢就讲到给大家听呢，往生即是往生之后咧，个个都是不退的，所谓不退的意思，即是当生不现生不退，即是我哋所成日讲净土宗的特色，系嘛？就是话本愿清明，凡夫入报，平生业成，现生不退。这个不退的意思即是不退转吓、啊。所以不退转是咩咧？不退转必定成佛咁嘅意思，唔会再退噶啦。咁第九段講係最重要啦，嚇講往生嘅正因，呢個係宗嚟嘅，啊，即係講不退咧，呢個係用啊，佢嘅功用，佢嘅功能係咁樣樣。至於宗咧，就係佢講佢個方法嚇，係尊稱名號為宗。咁呢三段咧，我哋都會去到講嘅時間咧，會非常之詳細，再講一篇俾大家聽嚇，結合翻呢個法事讚。好啦，咁啊，点样去讲咧？逢亲每讲一段之前咧，我哋要开题，即系开个题目出嚟。唉，今堂讲乜嘢？咁就好似师父好多时开示都系咁样讲。啊，今日我讲呢、這个题目系乜乜乜我俾一个小题目大家咁。咁我都系噶，我每一次讲咧，咁都系俾个小题，我都有个小题目噶。好似今日啊，我都系咁讲噶。第三個原意就是講咩咧？本經說法的因由，呢個小題目嚟嘅，知唔知啊？咁啊，開個題出嚟啊，係屬於原意裏邊嘅第三門。原意有十一門啊嘛，呢個係第三門。咁大家知道一坐低，今日講呢個題目咁樣好清楚嘅。所以開題咧就係要講呢段經文嘅內意或者佢嘅大意嘅意思係咁樣咯。咁然後先至開始講嘅，好啦，咁啊法事讚我哋咧就要第二咧就講點樣去開完題之後咧，你就要講呢個引啊，要講點樣引，即係
引什么来讲呢？咁样开完题之后呢，就我们要用引这个法时赞来解释这个经文。你一定要有根有据的嘛，你讲个题目出来，咁你引你啲嘢你唔能够自己作出嚟㗎，你要一定要引经据典㗎嘛。咁、啊、我哋要引，即係点有点样嚟嘅呢？嗰啲嘢係嚟自善道大师嘅法时赞嚟作一个引嚟解释。最后咁我哋梗係要补充一啲释义，咁你引咗之后呢要解释一下啦，咁、啊、嘅意思，咁有好有交代嘅个、啊、题目个目标好清楚。Based on 啲咩嚟講？好啦，咁我而家解釋俾你聽咁，啊咁樣樣，咁係好清楚，咁係非常清楚咯。三個咁嘅步驟。好，咁啊，本經説法嘅理由啊，就係講原義嘅第三門啦。好，咁啊講序，第一講序。咁啊，又講少少 basic 嘅資料啦，常識、啊、通常在佛經裏面咧講罪咧就有兩種嘅，一種咧叫正信罪。咩叫正信罪咧？嗱，你講乜都好，你梗係要人信啦，要人相信你講嘅嘢啦，係咪？你同我講人俾人，即係我哋成日講好多嘢咧，即係唔係話自己同發一瘋對住幅牆講噶嘛？梗係對人講噶嘛？你對人講咗啲嘢出嚟嘅話咧？你梗係想人哋信嘅，嚇，唔係話咧認同咗你嘅，你唔係想同人嗌交，揾交嚟嗌咩？咁冇可能嘅。佛講咁多經，講咁多説法，係嘛？都係希望我哋能夠起信，係嘛？佛法大海，唯信能入。你唔信嘅話咧，真係即係講嚟啲嘥氣。所以逢親講經咧，就係話你哋一定要信，所以呢個叫正信分啊，正信分，即係咧你要開始嘅時間咧，你一定要搞清楚曬嚇，呢一件係真事嚟嘅嚇，幾時幾月幾日喺邊度，邊個講，有冇人聽，邊啲人聽。即是你有一个记录的嘛，好像我们开周年大会，那我们都有晒这些的。经呢也都是需要交代。啊，时间地点人物 blah blah blah， 那人家先至信你讲的嘛，如果不是的话，或者你讲讲完几时讲的，边个讲的，边个听过啊，乜啊，冇的，是不是冇的，即是那即係好似依家網上流傳好多啲假信息就係咁啊！咁你去 fact check 啊，係幾時講啊？有冇人講過？個個就去揾呢啲資料出嚟。咁呢個叫做正信佛，係屬於通序。通序嘅意思即係步步經都有嘅，明唔明啊？通序啊，正信佛。咁點解有呢啲咁嘅時間、地點、人物？寫曬出嚟咧，就係要證明呢句係一句事實，係曾經存在咁樣。好啦，第二個罪咧，講喺個罪嗰度寫咧，就叫做發起罪。發起罪咧又叫做別罪。別罪嘅意思即係話咧，部部經都唔同嘅嚇。咁、啊、佢主要講咩理由咧？就係、是、呢部經梗有人發起。有一个因缘，是吧？咁样样，冇《阿弥陀经》好特别嘅，真系冇人发起喎。我可以咁啱讲咧，差唔多所有佛经之中咧，系得一部经系冇发起罪嘅啫，一就系《阿弥陀经》，公认嘅。即系真系冇人发你，一开波咁啊！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祖，有世界名约记录。一讲完正信份就入题啦，即刻牟尼佛都完全冇讲因缘。咁系咪真系冇讲因缘咧？其实如果我哋
即係學過十堂八堂啦嚇。同埋我哋如果你上次參加過呢個法時讚嗰個讀眾嘅法會咧，你就知道咧原來唔係冇法起罪，不過呢個法起罪好特別咧，就係話佢差唔多用淨土三經裏邊嘅無量壽經同埋觀無量壽經嘅法起嘅，係去到小經即係阿彌陀經咧，佢作一個歸結。如果你睇埋呢一個無量壽經，你睇埋觀經，你就知道佢係一個延續嚟嘅，即係講阿彌陀經咧，啊係延續講呢一個無量壽經觀經落嚟嘅三部經一貫嘅，有前後一貫嘅，講緊嘅咧都係講緊專念彌陀名號得生。咁算唔算係發起咧？其實都未必算係發起。為什麼呢？因為無量壽經其實都是沒有人問的，它只不過呢就是說好像這裡說釋迦牟尼佛它是放光現瑞，柯蘭尊者見到之後就問今天有什麼喜事，為什麼佛這麼鬼開心的呢？你是不是在念佛啊？這樣的，其實它都無厘頭的，你知不知道？他問佛陀你今天在講什麼經啊，他沒有發起的，他純粹就說他見到佛很開心，他知道他在想另一個佛，念佛即是憶念一個佛，是微微嘴地笑笑，很開心，佛不是那麼容易微笑的，他開心不開心不是那麼容易看到的，他開心當然有些事，所以嚟問佢，唔係問佢點樣啊？我今日啊，請你講《阿彌陀經》，啊，請你講《無量壽經》，冇根本都冇聽過，點問啫？阿彌呢個柯蘭尊者啊，你同我講講法藏比丘嗰啲歷史，我好想去極樂世界啊！你邊個同你講過有極樂世界啫？邊個同你講過有阿彌陀佛？冇人同你講過啊嘛！釋迦牟尼佛唔講你邊個坐喺度嘅菩薩。同聲聞弟子柯蘭尊者，你哋邊個聽過阿彌陀佛？邊個聽過咩咧？冇嘅，即係唔係你冇佢嗰個歷史嘅嗰個 part 嘅歷史，你冇嘅。咁所以咧，你好難講啊！呢個淨土法門，所以嚴格講咧，呢個係唔好話佢冇啦，但係佢係的而且確有個問題，但係咧係一個好特別嘅發起罪。咁到韋提希夫人亦都係一樣。佢喺佢又咁樣拘禁佢，咁有啲人就話你拘禁佢，咁但係佢淨係想話我去往生無憂老處咁。咁呢個咧，由於韋提希夫人提請，但係佢提請咧就係講點樣定善散善去往生，佢都仲未識得去念佛往生。咁所以呢一部經咧都係好特別，而且。中間有一個環節，我都講過幾次嘅，就係話咧，其實韋提希夫人真係唔係請釋迦牟尼佛去嘅，佢淨係想叫釋迦牟尼佛派兩個弟子嚟。咁後嚟釋迦牟尼佛派咗，即係應韋提希夫人派咗兩個弟子去之後，係佢自己咧從奇遮拔山出嚇，就喺黃末。而是在皇宮出一沒一出這樣，是自己不請自來的，不請自來就是代表是他自己有個本願有個物意想講給人聽，所以嚴格說呢兩部經呢，即好像是有發起的因緣，但是其實兩部經都有一個共通的地方，就是望佛本願，原來他自己心里面是带有一些说话呢，是想跟在座的菩萨啊、声闻啊、韦提希夫人讲的。所以你说他有发起罪就得，说他没有发起罪就得。但是去到阿弥陀经是非常清晰，真的没有发起罪。今次连问都没有问。即好像你说啊，不是哦。阿彌陀經有個對告眾係叫做舍利弗喎，梗係舍利弗叫佛講啦。No， 成部阿彌陀經叫咗舍利弗三十八次，舍利弗一個字都冇講過嘢。
完全冇出聲噶嘛。佢有對告眾，但係冇發起罪，冇發起罪，好得意啊！呢段經真係。咁所以正正因為佢冇發起罪咧，啲人就證明咧，就係話：哎呀，如來所以出輕世，唯説彌陀大願海。因為冇人問啊嘛，所以就無問自説啊嘛，所以好特別嘅呢部經。總之咧，就係記住呢一部係第可以講話咧，係一個最大嘅特點嚟嘅，即係《阿彌陀經》咧係冇發起罪。你一同人咁講啊，冇人反對嘅啊。你話講無量壽經、講觀經，唔算佢有一個發起罪。即係佢其實都有發起罪，起碼有兩個人問過，但係再睇深一層咧，其實佢都係所問嘅咧，其實同釋迦牟尼佛所講嘅咧係唔係咁相應嘅嚇？即係其實都可以嚴格講咧，都係無問自説咯。好，咁啊，跟住咧就講呢個所謂正信分裏邊咧有嘅所謂六成就，咁啊六成就有六個方面，一個信成就。哇，咩叫信成就？喂，你講我啊信噶啦，啊，咁點即係邊個講嘅先？咁啲經係咪得柯難尊者寫，即係記錄嚇，憑個耳仔聽咗落嚟咁錄音咁樣記錄落嚟啊嘛咁。咁佢一開波，梗係話：，唉，如是我慢，唉，我都係聽釋迦牟尼佛講嘅啫。我係聽咗啲咁嘅嘢，我聽嘅嘢，我係原原本本嚇、啊、如是咁樣同大家去講嘅啫。啊，我聽到啲咁嘅嘢，我講翻曬出嚟啊，咁樣聞成就啊，你係聽翻嚟嘅啊，我信釋迦牟尼佛講嘅嘢啊，又聽咗佢講嘅嘢。一時佛在舍衛國啊，咁啊一時就呢個講時成就，佛就主成就，在舍衛國咁啊處成就，清楚啦，係咪時間、地點、人物係嘛？邊個講啊？而家我佢講嘅嘢啊，咁齊曬啦。咁啊眾成就，再有啲咩人聽咁，六個方面。咁啊，呢度咧都有講翻啊，點解呢部經只有正信分冇發起罪？正信罪冇發起罪，呢、這個義理咧係非常之深嘅嚇，咁、啊、樣樣咯。咁啊，我哋會喺下邊咧會慢慢同大家講講。咁而家咧就先講下咧嗰個法時讚。法時讚我哋成日嘅簡稱係叫法時讚。佢个全名咧就叫《安乐行道转经愿生净土法事赞》。咁呢个法事赞咧，属于系一个即系临时嘅行仪啦。咁佢就即系佢咩叫转经咧？就佢将嗰部经啊转为一个偈颂咁样嘅形式，一个偈。一個讚偈嚟解釋咁樣樣啊，咁佢一開始咧就啊咩高坐入文咩咁諸如此類咁啊高坐入文意思即係話咧佢係有一個出家嘅法師咧做呢個行儀嘅行事嘅位咁然後咧佢喺坐咗喺高座上邊咁下邊咧亦都有即係出家嘅師傅。講完呢個高座入文，佢又下接高讚雲。咩叫下接高讚雲咧？即係下邊嘅人，佢接翻上高座，即係嗰個法師啦所唱念嘅文，即係我哋有陣時都係咁樣噶。即係以前法事啊，東單唱完又到西單啊，上邊唱完又輪到下邊回應咁樣，有啲念佛都係咁樣嘅。呢、這個法事讚咧，用偈頌嘅形式嚟表達咧，佢幾好嘅。有兩個好處咯，一咧佢嗰個比較含蓄，比較幽隱嚇、啊。即係例如佢嗰個第一首偈，佢講呢個讚教興咁，其實佢係解呢個如是我聞噶嘛。但其實佢都冇乜特別講如是我聞啲咩嘢，佢純粹用一首偈嚟表達。
咁就亦都唔係逐隻逐隻字咁樣去解。咁其實有陣時你知啦，我哋又唔係研究啲咩學術啊、文章啊，你咬文嚼字對我哋嚟講反而唔啱嘅，真係。我哋攞個大意，攞到嗰個神髓精髓，咁就好啦。啊，咁大善道大師已經深深咁樣明白，即係淨土三經嘅來龍去脈、由頭嘅始末。於是乎咧，佢用佢自己講佢自己嘅理解嘅種感受，用一首偈頌嚟表達。哇，其實好啱我哋嘅，知唔知？我哋唔中意啲繁文缛节噶嘛。你講到個意思啊，簡簡單單講到個意思啊，咁樣嘅話咧就比較好啲嚇，唔好咁直接含蓄少少仲好。咁搭落去有啲味道嚇，咁反而比較適合我哋。咁亦都係因為法事讚咧，佢唔係咬文嚼字，一句一句咁樣，一字一句一咁樣解咧。佢更加善導大師咧，佢會冇咁多掣肘啊！你知啦，嗰啲文字都解到嗰度咧，係咪咁解啊？呢個字好似唔係咁嘅喎，咁佢完全冇呢種限制啊！善導大師純粹就係將自己嘅情感，用佢個理解嚇，即係。不需要任何的拘束，将这一段文字的内涵尽情地表达出来，仲过瘾。所以呢，就是他肯定是很深入、很细致，这样去理解的内容，他才有这样的感悟的。所以我们看那个偈喻的时间呢，就会就知道怎样看了，看得更加即係有感覺、有感情。咁啊，呢度咧有五段嘅偈喻嘅嚇。正如講啦，第一首偈喻咧就係讚教興。咩叫讚教興咧？咁讚呢個佛教，呢個佛咧啊，呢個佛嘅教化啊，佢嘅興起嘅因緣，即係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以出興於世，呢個睇睇咧，善導大師解呢個如是我聞呢四個字，用呢個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講呢個淨土教法興起嘅因緣，哇！呢個高度非常高，有邊個法師解？阿弥陀经啊，这个如是我闻，捧晒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九年，行经三百余会，讲佢个出世因缘嚟讲，都冇人咁做嘅，知唔知？但佢可以嘣一声升到一个咁高嘅高度，原来佢就系想讲埋啦，你知唔知啊？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原来佢个最终嘅目的。就是要讲这个净土法门，讲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你哪个够胆讲这些东西，没有人够胆讲。讲了出去都怕着被人骂。我们现在这样是轻改了这个开经偈啊，什么唯说弥陀大愿海啊，愿解弥陀心日真实意。那个开经偈不是这样的，本来乱解如来真实义啫嘛，我哋直头将佢唔好讲如来咁含蓄，直头就讲弥陀，其实意思系一样啫嘛。十方如来都系想讲紧弥陀嗰个名号，咁你要理解十方如来嗰个真实义，你不如就话我理解弥陀嘅名号真实义咪仲好，系嘛？咁样叫赞教兴啊嘛。咁當然呢啲解呢啲咧，梗係有根有據，又唔可以你自己話。所以咧，善導大師咧寫呢首偈出嚟咧，咁啊嚟解呢個如是我聞咧，就真係非常之高超，真係高超得冇得頂嘅真。咁啊，當然都有啲其他唔同，唔係咁信受呢個淨土法門咧，就覺得係好誇張啦嚇。所以我哋呢度个个都捧到啲善导大师阿弥陀化身，讲到好信好信好信。我同大家讲喺佛门中里边咧，都有好多人唔卖善导大师嘅账嘅。你唔好以为呢个善导大师讲啊，
聖道大師講又點啊？咁一句一句頂埋你，難信之法冇得講嚇，唔好以為即係我哋梗係當佢講乜都啱啦，彌陀化身。但係出面有啲人咧，佢當佢信唔及嘅時間咧，真係連我哋個宗祖啊、老祖宗都鬧埋嘅，真係慘啊！真係。咁我哋會遲啲又解解呢手偈嘅，不過而家同你講講個大意係咁咯。讚教兄啊，主要係講如是我問。讚教主呢、這個講主成就啦，啊咁啊，因為咧佢一開始有講釋迦如來成正覺，即係讚教兄嘅第一手偈嘅第一句咯。啊咁啊，跟住咧佢就講呢、這個一時佛在舍衛國啊。咁睇緊呢個讚文嚟講咧，你唔係咁容易睇得到咧。嗰、那個讚教主嗰度咧冇提到呢個奇士級孤獨員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有冇提咧？佢就冇提嗰個奇士級孤獨員，但係佢有一句咧喺呢個第讚教主嗰首偈咧，佢提到有五天觸覺。行化啊，咁啊，大家知咧，當時嘅古印度咧係有五天竺嘅。咁其實佛咧，佢講到嗰個處成就嘅時間，由於佢講緊嘅咧係佛説法四十九年一代嘅時教嚟講啊嘛，啊咁當然佢講到佛喺五天竺國嘅行化。當然亦都包括埋舍衛國嘅奇十級孤獨園咯。奇十級孤獨園只不過係五天觸覺嘅一個地方嚟嘅啫嘛。啊，但係佢特別就喺呢個讚教主嗰首偈嗰度咧，佢冇特別提到由奇十級孤獨園。唔係喺奇十級孤獨園嗰首偈係講緊五天觸覺嘅啫噃。即係我哋就唔好喺度咬文嚼字啦，因為佢嗰個高度咧係從佛嘅一代時教嚟講啊嘛，就唔係淨係講《阿彌陀經》啊嘛，啊，所以咧，佢唔提舍衛國奇士級孤獨園都冇問題，啊，佢更加將佢擴大啲添，啊，就係講五天觸覺冇問題嘅。佢呢度講一時，即係講一部經嗰陣時，但係咧。善道大師佢亦都歸結佢係四十九年說法，歸入佢《阿彌陀經》嘅一時，代表咩呢？代表釋迦牟尼佛嘅一代教化個大背景啊！所以啲高度啊，完全唔同啊！即係呢兩首偈，即係好唔同，好唔同。你大家要明白，即係《阿彌陀經》個序嗰度就係咁講。所以我哋依家將《阿彌陀經》個歸宗解咧，即係從我哋淨土宗嗰個立場嚟講咧，係咁樣去睇《阿彌陀經》。咁同其他嗰啲，當淨土法門係八萬四千法門嘅一個啊，啊或者係念佛都係咁多種修行嘅其中一行啊，咁樣去睇咧係完全唔同咯。好多人都仲係咁講啊嘛，即係往生啊嘛。啊，咁又得，咁又得，即係好多種方法得噶嘛？你估即係淨係念佛咩？一提親呢啲咁嘅人咧，你知道係好多方法都得。不過善導大師講得好清楚，你要回向，你要回向。所以我正話講回向求生，講真回向求生嗰啲咧，肯定係雜修嘅，肯定唔係我哋淨土宗嘅，啊，肯定唔係專修。肯定不是只是靠念佛，肯定是要夹杂一些东西下去。这个是我们净土宗的大忌。大忌的意思就是你还在这里成日抄书想一些念佛以外其他的方法去往生，这些人真的我都有时候很难去理解他。当然你说你有仪仗，但是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功夫猛咁去揾喺引经据典去抄啲经，话俾人听。除咗念佛之外，仲有好多方法去往生，冇意思嘅。第一，如果你真系想往生，念佛系最容易嘅。你一听咗念佛，你一定欢喜到不得了。
但偏偏有啲人咧就話：你一同佢講念佛好容易咧，佢就唔開心嘅。你話佢聽念佛好難嘅，要清淨心嘅，又要加啲咩嘢啊？佢越聽越歡喜嘅。點解會咁嘅咧？你真係好唔想去啊？定係要揾啲藉口俾自己啊？我真係有陣時我都唔明。你真的想去，你聽到容易，你梗歡喜噶嘛？聽到難，你就會皺曬眉頭噶嘛？點解會聽到念佛越好難去淨土嗰啲人會歡喜嘅？即係我都唔明白佢嘅居心何在。喂，你唔信都唔得，唔緊要啊！你唔好教人唔信我。仲有啲人真係努力到咧不得了，不但止自己唔信，仲好努力教人唔信，即係真係倒釋迦牟尼佛幣。我咁辛苦49年同你哋讲呢个净土法门，你都系同我倒米，知唔知？所以真系好难理解嘅有阵时。好吧，唔好意思啊，即系可能得罪咗一啲人。不过我自己即系可能我自己都系经过呢条路走出嚟。不过真系见到有啲人嗰个仪仗咧，真系好重，真系冇计。咁我见到呢啲人，我都系退，即系暂时退退先。即係因為佛經都有講過，有啲人聞説阿彌陀佛名號咧，歡喜踴躍啊，連嗰啲即係身無樹圍者，即係啲身體嘅毛管都動起嘅、驚起嘅咁樣。但有啲人咧，哇，無信向耳，左耳入右耳出，又好抗拒，仲同你頂幾句井，呢啲嘢咧你就冇得傾噶啦嚇，即係你要退一退，唔好夾硬嚟。好，咁我哋講到呢度先，得唔得？三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多谢各位。